那你醒了，你头疼不疼？我给你倒杯水，等我一下。我是在哪儿呢？你在我的办公室。你是？我是你的心理医生。那你们先聊着，我出去一趟。小希呢？你为什么到现在还跟我提小希？我守了你这么久，你第一句话就问我小希呢？我问你，梦里的都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你催眠我？我捍卫我的爱情有错吗？王一泽，你知道我在办公室看到你俩的时候，听见说话的时候什么感受吗？还是是我的错，我很愧疚，但是对不起王一泽，我没有对不起。新一天，爱就开始艰难。每一分都找我干嘛呀？都他妈是扯淡的，操！人生有八苦，这世间除了生死，哪一件不是闲事呢？我本江湖漂泊客，小莫，直到我遇到你，我想有个家，错不在你，就像你说的，你在捍卫自己的爱情吗？但是孩子是无辜的呀，对不起，我想静一静。